小腊肠，这个小腊肠老香老香了，放到空气炸锅里面炸个两三分钟就行。嗯，就巨香那种，我就有点放凉了，就刚炸着一咬都会爆吃，之后里面的油脂就会喷出来。看看里面的肉丝吗？我一冒上烟，我这嗓子不是感冒了吗？就会刺挠，刺挠就会咳。这种肠就是偏硬一些，咬的时候累劲儿。